那就是他体力不行。那体力不行，我就老说都是亚洲的，那怎么就体力不行呢？他还是中国人不聪明。大家好，拽哥。外国人聪明，反应快，就是反应快。跟你们郑重的说一下啊，其实我的老妈是一个中国足球的老球迷。瞧多少年足球啊？瞧多少年足球啊？从九几年啊，就是前锋、中锋都知道那阵啊，因为我们是北京郊区这边的啊，北京昌平人。当时呢，九几年开始，应该从93、94年是吧？开始火的。你还多大呀？那阵不大，十多岁。十多岁，十多岁。然后，当时特别喜欢北京国安队是吧？对。北京国安，我小时候啊就梦想着，就是等我长大挣钱了，带着老妈去工体啊。甭说在第一排啊，哪怕在最后一排呢，找一个舒适的位置，带着老妈看一场这个北京国安的这个球赛啊，不管是跟哪个队踢是吧？可着急了，可着急了，你看听见了吗？可着急，妈不由自主，就随人家，这也是怪我，不是他带我的，这一会儿还会，这球要就往这边踢是，就往这边踢。对对，是、上下半场不 是、啊、对吧？那换场的时候，他随手就往那边，就得心想着赶紧跟着使劲儿，跟使劲儿进去，也给累的，哎呀，不行、也算半拉的业余老球迷啊。那阵喜欢北京国安，中国国家队就甭说了啊。我觉得那阵的人就是对于足球那种感情特别深厚，有热情是吧？最开始因为他有希望，随便踢的时候。是吧？也经常打出漂亮的球来，看上瘾。对，那阵咱们老看那个北京国安什么9-1那阵，冈郭斯啊，那好像好几年连卡西亚诺，胜那老胜过是？安德雷斯是吧？北京国安也不胜了呢。对，胜过不是？经常胜过，经常胜过是。然后中国国家队也经常胜，是吧？最起码能有时候小组出线呀。米卢带着说，最起码打进世界杯就是那什么是吧？800倍才踢那么一回呢，这哎呀，那他也是辉煌的战绩呀。哎呀呀呀，我都嘿，就说这个这一两天说发生那个越南把中国打成3-1，您知道吗？足球啊？哎呀，我的，因为老妈压根都不看了啊。那阵我说什么意思？没希望。没希望，就是最开始是有希望，有热情，就是说看着有兴趣，是吧？打得精彩。那阵北京国安的最好，我就是前锋，就是高峰，对，是吧？然后这几个外援，那阵外援还少，外援少，但是特别优质。后来就抹圆了。对，您说几个当时的您最喜欢的球员，记得起来吗？记得起来。想一想，都有谁？有刘伟，是有刘伟吗？有刘伟、谢朝阳、周挺，周挺就算那个岁数小点了，是国安的。是是是，他就算后来小点儿了，那个曹建东，对，是吧？高峰，是吧？金志扬是？金志扬，对对，金志扬是那什么教练？主教练，对对对对，对，看见了吧？把一个中国农村老太太，农村老太太不是都给打的，都给说没希望。最开始农村老太太都特别喜欢，哎呀，北京国安是北京国安的忠实球迷，没希望就不爱看。是中国国家队的忠实球迷，那阵不管是哪个省市啊，就虽然说当时说有经骂怎么样嘛，互相有诋毁什么的，但是咱们虽然没去过现场，但是也听说过耳闻过是吧？但是对于各省市的那种感情都特别深厚，只要能加入到中国国家队的，能上场的，是吧？什么上海的李明啊，是吧？就各个地方的那好多呢，就是记不住了是吧？年龄太多了，九几年的。都不看了，老太太失望了。将近30年了，可不是将近30年了。都换新球员了。对，现在的孩子说心里话，中国国家队，还甭说北京国安队啊，就中国国家队，我感觉一个都叫不上来，因为不看了。嗯。因为不看了。都失望了。转移了，就是说以前那阵过去爱看排球，爱看乒乓球，最爱看的就是足球。就是没希望。对。我以前，尤其是这个足球，永远让你没有希望，是吧？那老太太说没有希望。我爱看的球就是乒乓球，还有以前爱看那个女排。啊，对，知道吗？然后这个足球啊，真是篮球都可以，我都爱看。其实
其实，哎，妈，好多人我感觉好多人在网上就指责，就谩骂中国国家队。其实我觉得也特别不应该。谁要有好建议、好意见，我觉得还不如给直接。不是，咱还不应该。你听我这样说，你听我这样说，就如同你的儿子一样，考试考得不好，你天天去骂他，有用吗？那你为什么要考不好呢？我现在问你，就是说你骂他有用吗？不是，没有用。你要不然打他一顿啊？啊，就彻底改革。那不让咱打呀，咱也够不着，要够着他们来死揍了。你打他不挨揍，你看这叫都，你要闹了，你试试，我们来死揍，你信不信我说的话？你瞧那电视给砸的，真是的，那他气得自个儿家电视都砸，你别说打人家孩子了，他更得打。不是，人家现在说的就是说，你吃的、喝的、用的各种条件，包括人种，咱们都是亚洲人，说你都是一样的情况下，甚至你比人家条件更优越，你为什么就不行呢？妈刚才也说了，技术也都应该没问题，都有专业的人员指导，你怎么就不行呢？嗯，要我说就是他们吃的太好，条件太好了，真的，真的是。有可能那个反应啊，意识，好多就是反应和意识是很重要的。那我想说，那中国人莫非就傻？或者说角度，那不是不能这样说，就是说你因为你从事这个运动。你不适合，或者说你怎么能把这局面能扭转过来？那为什么别的人家亚洲人都适合，咱们就不适合？我感觉还是从小抓的少。妈哟，现在少，我的还是现在一个十来岁就开始抓嘛。啊，现在在这抓这也是一个过程，他不是说一下说你跟就是复制国外的一些成功经验，往往亚洲其他国家。你别闹了，人家那个什么讲话。人家恨不得人家的球队恨不得随时，人家又是清洁工又是这那，随时组建就是一球队就把你干个稀巴烂，我听着不开心啊！说不上，还想看吗？嗯，还想看吗？不想看，不想看了，根本就不想看，哼，一点都不想看。你看他跟他低了心，看他跟他低了心，我烦，真是那个心永远在嗓子眼儿，没永远就没在心脏里边过是吧？老在嗓子眼儿，嗯。真是这样，所以说，反正我个人感觉啊，不要再攻击和谩骂了。其实我觉得，你有好建议，还是实力，你有好政策，你有好的这个体系制度什么的，你还不如给中国足协直接写这个建言、写信呢。谁听你的呀？不是就说这意思。但是你说你在网上这些天天就是谩骂什么的，就是说我不光是自行那个什么是吧，调侃或者侮辱什么的。都是中国人，他也出去，他也是愿意去赢球的。我感觉他也不是说想输球。我反正不是说想不想输球，我就觉得，反正我现在感觉他们就是也有点那丢脸丢到家，就是无所谓脸皮不脸皮了。从那个根子是吧，应该给他拔了，或者说重新再给他种。这个怎么说的？没得可输了也现在，嗯，输无可输现在都。输无可输，那就是从头再来呗。我就觉得应该给他解散了，也得踢，真是的。要我说，就给他解散了。你想去？您现在还想圆梦吗？去工体？现在我有能力带您去了。我可不想去。我倒想去。那阵我九几年时候，我带老妈，我说那个等我长大了，挣了钱，我开着车带着您上工体看一场球去，甭管是北京国安的还是中国国家队的，要能看上，咱们看他一场。没劲。现在岁数大了，说那个也对这个足球失去了信心跟这热情了，嗯，要不然是老球迷，没戏了，就觉得没戏，把老太太都给弄。你们说呢？对于中国国家那个足球队，说或者说那个你们当地的这个省市队，有什么有一些什么寄语是吧？2022，我反正我个人感觉不要再攻击和谩骂他们了，是吧？骂没有，不是骂的事。我就去说这事儿，就跟你的孩子一样，他考试考错了，你天天去骂他。不去找原因去这个改正是吧，重新学是怎么弄的，找原因，天天去骂，不是找啥原因，他依然在这原地踏步，找啥原因啊，找呗，不是那技术，咱们哪个国家先进领先的技术，不管是教练还是球员还是外援也好，外援教练都用了呀，就是外援教练，不是，就现在好多不管是足球评论家也好，是这个就是说专业评论者也好啊，拿一些图片完就说吧，说什么就相当于咱们最开始不是请那个李皮嘛，花2000万请人李皮来指导咱们，
说那意思就是说，就上面写着啊，地主家的一分钱，还抢一分钱，地主家的傻就是相当于地主家给傻儿子请了一个老师，啊，就是说那意思，你怎么教他也是傻。你说多么侮辱说咱们自己那个，还不如从根子里边让他好好，是吧？不怪也不怪人家侮辱，啥叫多么侮辱？就是你就长一辈侮辱的脑袋，你现在你没说你有你就跟人家说你但凡有一点火性，你提出一点点成绩呢，也让中国人看到心，关键看不到心。对，而且我还发现什么呀？就是我以前看足球啊，它是有一种血性，啊，有一种血性，有一种责任。有一种感觉，我不是光为了前门去踢球，对吧？它是一种荣誉。我觉得这个他应该从这个思想道德那个教育上面也得深抓，是不是？你看，人得有荣誉，人得有精神，你才能去干一件事呢。还有，你就是如果你光去为了钱，那这方向就偏了。你看吧，男足踢的那么臭，咱说句难听的啊，踢的那么臭，你瞅瞅他们一个人那盆满钵满的，你瞧瞧女足。就这些年踢得多好，女足昨天说那出现了6-5，不是女足出现了，说觉得那什么，那为啥女足就行呢？那一直都这样，为啥就行呢？好了，大家啊，有没有球迷是吧？对这个中国足球有什么寄语是吧？是这样，大家一直在骂下去呢，还是说现言现色是吧？我觉得这个是两个方向啊，不要过于的谩骂。确实没有意义，是吧？还是说得想招解决这个问题？不，都多少指令，人家想多少招呢？好了，老太太对那个足球那个热情也破灭了。我也那个开着车带她去不了工体，或者说去哪儿看球了，她就对这没有信心了，是吧？也希望那个咱们中国足球是吧，能崛起，能有点火性，能有点火性。拜拜。